大家好，我们是卢厨兄弟，我是老罗，我是宇哥。刚刚在家里吃过早饭，现在到河里先搞点鱼，带了两张网过来，小网吧。你看，将近两个月没有下雨了，你看这个河都干成这样子了。哇，好多小鱼啊！你看，哎呀，这么多鱼，赶紧上网了！快点，快快点，不然这个小鱼都跑到深水去了。啊，现在我们围在这里面，拿好多鱼，现在拿时间，把它轰下大网上面去。哎呀！哎呀！好多小鱼在里面，快点，快点！哎，那边的鱼出来了！哇，挂了这么多鱼在上面呢！哇，爆网了，爆网了！赶紧收了。哇，挂好多鱼啊，鱼哥啊！对啊，啊，这一条鲶鱼，你看，哎，先放到河里面，水里面，掉了，有没有？哇！它挣扎挣扎会挣扎脱了，哇，这条鲶鱼好漂亮，啊这，啊，老哇，你看，啊，这一网可以啊，这一网可以啊，鱼哥，鲶鱼，挂了两条的，对啊，哎，这个网真的可以。才放了这么两个小时，哇！这台网也挂了这么多，啊，好新啊！哇，老罗，你看，这一张网也可以啊，好多小鱼，好多小鱼啊！也有两张土鲶鱼的那个，两条啊，大的有半斤那样子的，有两条土鲶鱼啊？对啊，可以啊！哇，两张渔网都爆满了，鱼哥，哇！哇，钓了这么多下去，哇！哦、好多啊！再弹下来算了。好、啊，可以吧，今天？啊，可以，可以，可以。哇，真的好多啊，鱼哥。这么多，今天解鱼，看样子解鱼解到手软了。哇，可以吧？这一坨一坨的这鱼。可以，可以，可以。哎呀，好爽啊！爽吧！快把鱼解下来，要不然死掉了。哇，这个鱼好漂亮，你看。这什么鱼啊？我们都是说动画的，普通话不知道叫什么鱼，反正，哇，都是清一色的石斑鱼啊，老罗啊，这河里只有这种鱼啦，不好搞，不好搞，但是它好吃啊，这个没有鳞的鱼肯定好吃啦，嗯，哎呀。这不硬的，这个。哇，这条够大了吧？嗯。哎。现在像这种鱼，河里面很少了。哎，这个鱼哦，好吃又好吃，就是不好。哎，这个鲶鲶真的难搞。哎，你看，挂的，这个网都，马上就有两个洞出来了。这个难免。尽量不要搞动出来。哎，今天我们收获啊，搞了这两网，搞得真的太爽了，太爽了，真的，搞了这么多啊，回家煮是、这个土鲶鱼去了。对啊，嗯，好，本期的视频我们就分享到这里，喜欢我的视频帮忙转发一下，点个关注，我们下期再见，回去了，回去了，先把网洗一下。